观众朋友们，电影是什么？电影就是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得懂的艺术。我都不看，这部位能好吗？这都太浅了，太浅了，我看不见。只能说你没懂，不能说你没看见。敢大事的人，不能把话说那么透啊！我们开始拍电影了，来布局位啊！这个电影讲什么故事？长吗？故事我记不住啊。让我看看，咱再耍耍。一、二、三。下边。来者不善呢。小子，这里。Yes, sir。谁啊？我。我是谁呀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才是来者。他要我的命，他敢！我马走日在此，枪在手，跟我走。有枪是吧？谁没有枪啊？什么他妈的叫他妈的惊喜？妈了个逼！你不是牛逼吗？你不是横吗？你现在怎么怂了？没打中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这是什么他妈狗屁道理？好人就得让人拿枪指着，收枪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上来了，你听见了吗？您听不见？哼！都来女人的怀抱吧，被拥抱的男人是不会出去打仗的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让我看看，看啥呀？腿？什么腿？你这条好腿疼吗？疼啊！步子迈大了，咔，容易扯着蛋。那可是屁股。谁干的？屁股疼。师爷，屁股在树上呢，不疼了。啊？今儿不聊屁股的事儿，还有啥？兄弟，别客气嘛，来，说干就干。有这么大重量？我怎么觉得没有这么大重量啊？恶心！我都关着灯。你们都个个身怀绝技。但是有人骗了我。这是部受批判的电影。你这辈子有没有跟谁说过我爱你？说过呀，很多回，不同的人。你这叫糟脸，那是犯错误的。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你爸说台下有上千人，他只看见我，一闻到你我就随时可能昏倒。难道你不愿意和我远走天涯吗？你看的爱情电影看太多了吧？我不要你尊重我，我要你爱我。要么成，要么死。疯子，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。以前不这样，你一下不这样了。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人一哭，就要说心里话。我不是胆小鬼，要做个诚实的人，简直不可能。玩砸了。砸了吗？砸了。我怎么觉得刚开始啊，太一下天就亮了。我想飞，我想飞上天空，飞入云霄。你天赐大恨，是个好苗子。我只有跑起来才能痛快而残忍的报仇。我不是你爸爸，你该找个自个儿的儿子了。当大成功你后，你信我的愿我许你的。不怕记不住就怕忘不了。好好
好故事。这些日子没人理我，他们都干嘛去了？电影拍他，随后我那观众票子才买他。还回来吗？回来。疼你就记得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。